大家好，我是袁斌，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和平岛，看看和平岛的一些美景美食。想来和平岛，建议大家可以搭 T99 台湾好行滨海亭滨线观光巴士，因为它可以直接到和平岛公园。和平岛最高处天险宫，这里的视野超好。这里可以看到哪两个地方呢？往后看，你可以看到的是正滨港彩色屋跟阿根纳造船厂，这里是很多摄影师的摄影秘境哦。珊瑚王爷庙之外，和平岛上面还有一座天后宫，大天后宫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去看看喽。